换个药。不然也没有，看看有没有，一个都没，刚刚好。这次不知道咋回事，好像打了多年针眼儿了，有点痛，就像针扎一样。40块钱呗，一根胡萝卜。葱油鲍鱼，此鲍鱼非彼鲍鱼。吃鱼我们要小心点，别被刺儿扎到了。有点咸，这个鱼排队的人超级多，有点咸，可能是上面的酱太多了，真挺好吃，表层是煎的，口感真不错，就是有一点点咸。